男神，舞蹈男孩们，对，帮我们带来这首叫《粉丝狂热》。
分别是下午2点跟晚上7点。那因为它跟一般的剧场演出时间提早了半个小时，希望大家可以记住这个比较特殊的时间，2点跟7点，以免就是跑错时间。然后，哎呀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对，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到脸书上面去搜寻“前叛逆男子”，前叛逆就是以前很叛逆的男子。这边有，这边有，这边有。哦，这边有，这边有。好的，就是对。脸书搜寻“前叛逆男子”，就可以找到我们剧团的相关的资讯，或者呢，到 KKTix， 就是 KKTIX， 就是搜寻立维坦，你就会找到我们的相关的购票的资讯。或者呢，更经济效益的方式呢，就是现场跟那位穿黄色衣服的小姐，我先帮她拿里 ，OK， 这边好，黄色衣服的小姐，然后跟她购票就有8折的优惠，对，帮我们订了，对，或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呢，就是可以看一下这个背专线背板，对，你要不要把你的号电手机发一下，好。然后呢，在这个之外呢，我们就因为我们活动是广义赞助的，然后除了今天这个天天有歌唱的活动之外，广义其实还有一连串的音乐剧节的活动。是的，没有错，就是从这个礼拜开始呢，有一出香港来的音乐剧叫做《没有人造卫星相撞的夜空》。对，就是在这个背板啊，我们谢谢这个那个举牌小姐小安这样。对，然后呢？到香港舞台剧奖的最佳词曲奖，那他唱的是那个粤语的歌曲，之前有在记者会听过他们演唱，就是演唱非常非常唱得非常好听，谢谢小安，谢谢小安。那在下一个礼拜呢，10月11、12会有一个来自中国大陆来自上海对的这个音乐剧撒娇女王，对，他讲的是一个两性的议题，这样子就是男女之间，男人怎么样，女人怎么样。或许大家现场对于两性可能有点还好，就是，或许没什么，没有啦，我只是想说，我们这边的人好像就是那个，但我想说，可能有的人对于两性的话题可能还好，那可能也有人就是喜欢同性也喜欢两性的话题啊，就是都不错，就是只要是人跟人之间爱，我们都。还蛮乐于接受的，对，这样越搞越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其实大家也蛮看，真的很精彩一出戏。好，那今天晚上，好，那今天能在这个10月18号到20号呢，就是那出《蓬莱》，它是一出其实很酷的南管神话音乐剧，它把这个台湾的传统的南北管的音乐呢，做成一个音乐剧，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酷。那它是用那个中国传统的神话去做改编的，那。除了新社员，除了立维坦是在这个水源演出之外呢，其他3处都是在新北艺文中心。对，好，那除了今天的活动之外呢，接下来呢，大圆版也有一连串的广场户外开唱，包括11月5号，明天下午3点，六号。对不起，我就是对时间比较不敏感哦。11月6号下午3点的是达康.com的说唱秀，没有错。对，那因为大家可能知道达康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词曲创作者，跟那个也很会弹吉他。对，然后13号下午3点呢，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音乐剧，是由那个 C Musical 跟次点工作坊为我们带来的音乐剧的经典选粹。是的。那还有两场非常特别的免费入场活动，一个是音乐剧创作比赛，就广义13号。对，广义让一群人来练习这个音乐剧的创作。那同时，这个11月13号星期天晚上7点的新北艺文中心的这个音乐剧比赛呢，也会有网络上的直播。是，对。然后另外还有就是11月20号呢，晚上7点在新北市的艺文中心有音乐剧表演工作坊的成果发表。是的，好，那就是那今天的活动呢，其实就到这边。那我们再请这个演员呢到我们台前来。然后你现在说差不多，大概这么浅，因为我觉得很棒。对，好的，好。然后我们现在是打算要进，我们现在就是要进行一个合照的动作。我们要退，往后退。我们摸不清楚摄影师的喜好。